这雨怎么说下就下呀？哎，我也没带伞呀，这怎么办呀？美女，下次走路不要只顾着玩手机，多看看身边的人，你就有机会结束一个人走路的孤单。哎，妹子，妹子，这雨伞100块钱一把，赶紧掏钱吧。100？你敲诈呀？哎呀，妹子，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等会雨下大了，你要200块钱都买不到嘞。慢点，妹子啊！又赚了100。卖伞啦，卖伞啦！我赚了100。